那个女人你认识吗？ 我不认识，他跟你说过吗？也不是，他跟我说他约了人，你别乱猜了。唐明，如果你要不撕他的话，你哥我可就上了。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怪不得没有时间陪人家，原来在这里相约美女啊！